着海涌，想着你，苦地啊的相片，是咱唯一的记忆。不管经过几年，我踮海角也天边，我也是等无你的消息。今夜又搁想起你，一杯烧酒心着醉，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。路边灯火闪闪烁，看着别人作对，只有我是一个人虚伪。谢谢蔡宗允。宗允，今日我甲阿德老师一直咧讨论讲，以你顶礼拜表现，啊，甲今日看你选歌的态度，我呢感觉阿德老师认为讲，你今日赢面足大诶，嘿，伊会感觉讲你是已经行到一个知影家己要选啥，知影家己要唱啥诶迄种程度啊。几首歌唱起来，我敢那用讲真顺，非常顺。但是我总觉得你还可以有什么？哎，只是顺好听安尼无够，你一定爱有家己的特色。你到底特色是要啥物？我们都会常常强调态度啦、特色啦，这拢是恁家己爱吹出来。我无法度教你，因为这是恁家己本身散发出来的自信。那个自信，所以这是你自己要 去想的，去思考的。宗允，我觉得你越唱越好，真的就是你今天唱这个歌，虽然就是你很擅长的曲风，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游刃有余，在这个地方不会替你担心。所以接下来你要挑什么样的歌？因为你唱这样的歌唱得好就是理所当然，所以你唱得很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可是你，我就会期待你之后还会给我们什么，因为你在这个舞台站够久了。可是我又很担心说这样跟你讲，你下次又挑一个你很不擅长，万一输掉了很难拿捏。好，但我觉得宗允今天表现还不错。